beautiful girl. 가지지 않는 사탕 같은 넌 나를 조급하게 열받게 해 달콤하게 날 약올려 넌 나의 beautiful girl 다른 어떤 여자를 보아도 내 눈엔 온통 너야 오직 너야 아무것도 할 수 없어 어쩌다 널 보게 되고 또 가까워지고 어느 순간 나 네가 없이는 단 몇 분조차 참기 힘들어져 힘들어져 내 쓴하루 속 네가 단맛이 되죠 이 커피 속 하얀 설탕처럼 널 삼키고 마구 휘젓고 싶어 휘젓고 싶어 입 좀 가리지 마 고개 숙이지 마 봐도 봐도 다시 또 보고 싶거든 太多人了，都不好拍。然后还这么的火爆，暗了吗？现在是。我喜欢看的这个冻的。你就是柚子、百香果。嗯，百香果，就分享一下是吧？不是，你看切开来之后，就是蛋，完了太菠萝。怎么样？你感觉好吃？哇，那个这个好香。是吗？嗯，很冷，拿交换一块。嗯家你自己家吗？是不是好香？你看他浇了这个酱肉，对啊，走吧。一般公狗看到女孩子其实会比较激动，是吗？你可能没有荷尔蒙吧？我可能在打游戏。那我跟你讲，之前就是那个，是刚端来的，是好香。我们可以吃啦。嗯，重来，我点的都是绿的。妈妈，这道菜我不
晚上拍胖，就脸会明显变圆，相机没法修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是先吹还是再许啊？先许愿。不好意思，不懂这个流程。双下巴收一下，谢谢。耶！哦，这里啊。这个都是来这里的人。这个。天哪！哇，那个风景可以啊。对啊，而且这么早就已经这么多人了。就是这了。花在这边，然后伞在这边。我们坐哪？这边有个小泳池，好小的泳池。哎，这边举行聚会还不错。对啊。哦，十二点之前都不对外开饭。哦，好吧。哎，这边十二点之前不对外开饭。还是。隔壁还有老大爷在打牌，哎，还好哎，那留座了吗？它奶油也不会弄很腻的那种，好吃，很淡，发现新世界，哦，真的、哦。
我当时我朋友第一次给我介绍是，因为一般男生好像比较不喜欢吃甜品的，对啊，所以你就知道我都会觉得这个好，对，所以你一直说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当时朋友第一次带过来的，那那家蛋糕真的很好吃，然后不信不要客气啊，没事，我刚才吃很多了，没关系。然后就说能好吃到哪里去，然后结果吃了一下，吃完就是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，真香，真香预警，就真的很软哎，这个。对啊，他家蛋糕是真的很好吃啊。主要它不会腻嘛，它的奶油不会腻。我觉得我人生做最好吃的蛋糕是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做的那个。那个蛋糕是真的很好吃啊。我是长裤。哦哦哦！了不起。好吃啊、哦。小钱已经。哎，以后我们来不用去那家了，就来这一家，好不好？人生已经升华了。然后现在准备做店里的菜单，然后开启手账模式，就是之前买的一些贴纸，买了好多啊，那我就开始做菜单啦。自己做的帕帕尼，然后培根囊炒蛋，然后还有用那个无糖的那个苏打水做了一杯西柚莫吉托。最近我因为在减脂嘛，然后吃的都是这一些。那我先去吃饭啦。这个是我的午餐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一直想吃饭的猫。这是我今天的晚餐，越南卷，然后上面是培根，然后里面有虾肉，然后上面那个是帕帕尼，然后我再看 Anne 的视频。没有，不用手吃了。又是吃小龙虾的一天，点了四斤小龙虾，好香。白果要来伟岸拍一下，这白果超级，这白果超级无敌好吃，真的。我们每次点这个小龙虾都会点一份这个白果。这是晚上时间8:30，本来我今天的晚餐是这一个的，请看对面，对面就是我们立志要减肥了，所以今天就吃这个晚餐的结果，结果又点了小龙虾，这已经是这半个月第四次吃小龙虾了，我的下巴真的不要了，先去吃了。
都去找那个。